宣副局长，辛苦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 真的是个误会，我都说清楚了。我给你理理发吧。啊，理发？好的呀，好的呀。青娥啊，嗯，上一次你给我剪头发是什么时候？你还记得吧？还真的记不住了。卢葵葵啊，你不要只关心医院的事情，你也要关心关心我好了。好，接受你的批评。 这才怪嘛！好啦，看一下。哦，看看。哦哟，不要太精神啊，至少年轻20岁。满意吗？太满意了，以后不用去理发店了，你给我剪就好了呀。行，以后啊都我给你剪啊。晚辈。 英子，风风火火去哪里啊？你别管了。等你回来吃午饭啊。侯总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啊，老蒋满上海的发传单。 真是啊，我去看一看。季参谋，工作做得不错，再接再厉。我跟您一起去吧。走。你们先回去。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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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老大，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。在哪儿啊？他说他去找李大夫了。走。 这丫头跟踪我干什么？她发现我了。这丫头不能留了。
你好，你好，走。各部门组织人手，除了检查各自管辖的行业区域、市民工人受灾情况，以及抢修工业设施以外，要做好再次轰炸安全预防，而且要警惕破坏分子趁机作乱。 各工厂、机器坚重位堆砌轰炸包，并在其顶上进行伪装。各仓库、易燃物资要严格管理，并做适当的分散，以至安全出损。黄埔江上的船只做可能之疏散，并禁止载有燃料的船只靠近其他的船只及码头仓库。141-14 一直处于备战状态，敌人分4个批次，17架飞机成功的避开了我方的射程范。敌机分别去了市区、杨树浦发电厂、南市华商电力公司、闸北英商电力公司等，另外还有吴淞镇。共计5个发电厂和多个居民区，大概有10枚炸弹击中了杨树浦的发电设备，1/3的电力设备被损坏，电厂的电力负荷从10万千瓦的正常值降至到目前的0点。 10枚炸弹，轰炸的都是电力设备，敌方的意图显而易见。同时，向5处电厂发动攻击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应该提前获得了这5处的坐标，要不然不可能如此的行动迅速。炸毁了发电厂，多余的工厂又都开不了工啊！蒋介石这是要让上海
电灯不亮，机器瘫痪，妄图把整个上海啊变成一座死城。他们是想毁掉上海。市长放心，我们一定查清楚是谁把这五座电厂的位置泄密给敌人的。赵烨两位局长，现在医院有大量的伤员，急需用电，你们马上去趟杨树，把电力给我抢修出来。我们和市政工会会立刻召集电力公司的配电负责人，集中一切技术力量抢修电厂。来，到病房多观察一会儿。谢谢。青祖，秉良，英子有没有来找过你啊？我一直在做手术，他来找我干嘛？没来啊？没有。你前脚走，他后脚就出门了，说好回来吃午饭的，到现在也不见人。你说他到处都在轰炸，我刚才来的路上，满街都是被炸的尸体。秉良，你先别着急，这轰炸来得太突然了，他会不会去福利会了？没有，我找过了。那码头呢？码头你去了吗？对啊，码头。对对对，码头。哎，庆祖啊，你也注意安全啊。好。过不去了吗？同志，你看这里边都炸得不像样子了，咱们从这边走。路来，都往这边走，这边走。市长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太危险了！医院等着电厂发电救人呢，能不能马上给我发电？掩埋的部分发电机清理出来，应该可以用。可以吗？工友们，这次百姓受伤的太多了，医院等着供电救人，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，发电，给我走！走！往那边去，哎，来，兄弟，这个给放那边。好，注意安全，往那边，慢点啊，注意。往这儿，快快快，出去那边，出去。哎，林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有没有看到英子？英子不是找李大夫去了吗？没去啊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你不是天天跟着他吗？今天为什么不跟了？我这不是今天。这个，海天这个轰炸，那么多炸弹，咋都不导演他？不可能，英子不可能有事儿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他不可能有事，兄弟们，怎么样了？快点，快点！这个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？英子，英子，同志，同志，英子。英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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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英子，英子，咱们上午出去还好好，英子。
英子，小龙，求求英子，英子怎么了？英子，你别吓哥哥呀！小龙，快救人啊！冰凉，英子已经走了，冰凉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英子，你别吓哥哥呀！冰凉，英子，英子，走，我们回家，不要在这里睡觉了，英子。冰凉，英子，冰凉，不要走啊！英子，英子，英子，别想我，英子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冰凉，起来吧，冰凉。英子。娘娘，哥哥怎么办呀？先生，娘娘，冰凉，冰凉，国民党轰炸所带来的后果，造成大面积破坏，并给人民带来不可言状的苦难。人们看见自己的朋友和亲戚被卑劣的空袭夺去了生命，人们不断地从虹口及苏州河一带涌出去。长长的三轮车队载着那些离开家园的人们，不知奔向何方。谢谢你，林小姐。都说了不要叫我林小姐，要叫小先生。我们结婚吧。啊？世奇。这次敌机共有十七架，扔下了六七十枚重磅炸弹。据初步统计，市民死亡542人，伤836人，毁坏的厂房和民房2500多间，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。另外，交通、水电等设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，尤其是电力设施，受损率高达80%。全市的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。绝大多数的街区呢，也没有了电力供应，真是应了那一句话了，年关难过。黄华那边怎么说？外侨事务处的同仁们对上海各处外侨的受灾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访问，也安抚了他们的恐慌情绪。文化部门对上海各大报社和电讯中心提出了要求，禁止他们向外界发表上海被轰炸以后设备损坏情况的信息。国民党的封锁，美国的禁运，对我们进行设备的修复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碍。
大规模轰炸完成，蒋介石肯定急于知道破坏程度如何。我们判定会有大量的特务启用电讯设备。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直潜伏的保密局电台台长李敏，他的专项是电台测向，我们已经开启全方位的测向监听。抓住以后严惩不贷。是。曾副市长，等一会儿我们去工厂看一下。好。秦老板在哪？在那儿。在那坐了一夜也没说话。屋漏偏逢连夜雨呀，这机器还都没有运转热呢，这又赶上大轰炸，再加上粮食紧缺，吃都吃不饱，还怎么开工啊？昨天轰炸，今天南北市场羊油羊火乌金价格就翻了两倍。两位市长，现在这个时候你找我们来反映问题，那我们就只能给政府添麻烦了。你们肯来呢，就是相信我们，我们就还是同患难的朋友。我知道没有电，大家的机器就得凉着。关于电的事情，我们一早就在商量着，想办法解决。是啊，杨树浦电厂最新的工作计划呀，发电机和锅炉将分为三段使用，一段呢是供给厂内用电，另外一段啊供给厂外重要用电，其余一段呢供给一些非重要用户，以确保不要全程停电。所以呢，各位企业家，按照公务局给出的通知，尽快的安排开工事宜。不要被美帝国主义、国民党的几架飞机吓破胆，你们应该赶快回去跟工人商量恢复生产。有什么困难，党和政府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努力的帮助你们解决，还会开诚布公的和大家民主协商。人民的政府不亏待人哦。陈市长，恕我直言，你管不了飞机就是亏待。你讲的对，管不了飞机我们就得一直被动的挨打。他们要电，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，要什么也没有用了。你这个话呢讲的又不对了。上海解放之初，我们出钱出力帮助大家恢复生产，那么现在呢还是一个样。你们要定下心来，意志坚定地搞生产，这一道难关政府跟你们一起过。有这句话就放心了。是啊，是啊。这次的大轰炸呀，事关整个上海，我和陈市长以及华东财委金融处会做个商议，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。另外呢，中财委的陈云主任啊已经给中央军委写了信，说明了上海的情况，中央军委已经同意啊，全军官兵今年少穿一套衣，这就等于给我们上海一个缓和的周期啊。所以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希望各位能够团结一心，共度难关，大家同舟共济啊。陈市长，只要能供上电，我们就一定能让机器运转起来。现在我们只有付诸于行动才可以解决问题吧。对，是。现在市政府
要忙于救灾，我们就不再打扰二位市长了。工商联会组织各个工厂，我们做好自救和防御，请二位放心。谢谢了，谢谢大家。我是保密局的报务员。为了便于潜伏，我妻子娘舅施家瑞帮我们开了赈济瓷器店。从九月底，我向台湾发送了军政、财经、文教等各项情报。上个月，王仁凤命令我将华东区内公司营重工业工厂的名称、地点、轰炸目标全说报往了台湾。你都标记了什么？江南造船厂、招商局机器台。这么说，轰炸电厂跟你无关？哎，对。你倒是推得一干二净。轰炸电厂跟你无关，那就是跟嘉宾有关。你们抓不到他的。为什么？猪羊成群，猛兽独行，那可是毛局长十分青睐的人。你别跟我说他有多了不起。任何敌特，任何损害老百姓安全和利益的破坏分子，在我这儿都一文不值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嘉宾他在哪儿？你就算是枪毙了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吗？走，不走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英子的死于轰炸跟这和咱没有关系。可那天工友明明跟我说他去找李大夫了。青如解释过多少遍了，他那天回医院后没见过英子，英子不会撒谎的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！跟你说多少遍呀？你难道不奇怪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吗？关门！开门！开门！给我出去！小强了！说清楚！滚！这次轰炸杀害死了很多人，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失去了最亲的人、最好的朋友。灾难、战争让我们无法阻挡死亡的到来，你别太难过了。我不知道英子她去那个旅馆干什么，她无缘无故去那个旅馆干什么。你说什么？啊？姐，我问救援队的人了，他们说是在旅馆的废墟里找到英子的。我还问，假如他就是从那个旅馆门口路过，会不会被埋在废墟之内？救援队的人说不会，他是在房间里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英子一直有心事儿，她好像是觉得那个李大夫有些奇怪，我还说了一个什么旅馆。之后他就走了。
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那个旅馆。我就去问李大夫，李大夫就是不停的哭，什么也不告诉我。我又来找他，林老板就认定英子是死于意外，什么都听不进去，还嫌我烦，把我赶出来了。你说的这些听起来也没什么关系，那为啥英子好端端的要去旅馆呢？我不知道。那这旅馆有没有幸存者？猪羊成群，猛兽独行。田局长，季参谋，坐。我问你，福利会的人和小旅馆有没有什么来往？我不知道。十七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还是要谨慎。关于小旅馆，以后不要再提了。为什么不提啊？为你好。可以吗？好看的，这扣子搭的也好，颜色多好啊！幸好我表哥不在，不然又要求婚了。啊，瞎说！田局长，这扣子你哪来的？你认得这扣子？是。我们在小旅馆发现了电台，联系十七说的情况，综合判断，李大夫很有可能就是嘉宾。这个李大夫医术高超，平时做事谨慎认真，也一直在向我们靠拢。如果他真是那个嘉宾，务必要严惩不贷。只是他隐藏得很深，善于伪装，又极其危险。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？是这样，是陆秋远的弟弟陆世奇最先发现了小旅馆的问题，现在我们可能还是要请他帮忙调出这个嘉宾。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季参谋，到。你要记住一点，李大夫是你未过门的表嫂，一切如常。好。还有，一定要保护好陆世奇，让他绝对的安全。好。市长。啊，卢秘书长，外面接十七用友。啊，陈师长。接啊，是苏司令那儿粮食调运的文件吧？来，坐那。啊。上海港口扫雷工作，这一个多月了，一颗雷都没扫掉。哎，长江口水雷的事情一时是解决不了了。我正要跟你商量这件事呢。这批从东北还有四川广东调拨的军粮，我看还是分批分次通过火车和内河航运来完成吧。现在没什么快捷稳妥的方法，就这样吧。我们还是要研究出一个有效的排雷方案。我们目前采用的这个方法倒是可行的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扫雷索呀太细了啊。我听说有一种型号叫 MT-3 带切割功能的扫雷索，是由特种钢缆构成，配备有锋利的刀具，一旦接触到这个毛雷索，就能够很快地将水雷与其控身装置切割开来，完成扫雷作业。这是目前呢只有美国、苏联和德国有这种技术，可他们是不会轻易出售的呀。
美德我们就不要指望了。苏联老大哥呢，过一阵子不是要来吗？可以问一下。这可是军需材料啊，属于机密材料。朋友之间哪来的秘密？这种特殊钢材我要定了。青竹啊，你终于肯搬回来住了。你回来了，英子却不在了。冰凉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记得有件大衣呀，怎么没看到啊？你问这么细干嘛？我是怕你再离开我呀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田局长，你让我把李大夫单独约到码头，是准备要抓他吗？他是不是有问题？我敢肯定，英子的死一定和他有关。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，他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国民党特务。我有一个计划。林先生，明天是英子的头七，我也想去跟他聊聊天，我能不能？好吧，一起去吧。阿良，我也去吧。青竹，你这两天也累坏了，就不要去了。有什么话我替你讲。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。李青如小姐，嫁给我好吧。李大夫，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。下午3点，码头见。我有事和你说。
这一路山河，迎着日出月落，遗忘着九州风魔。仿若当初的许诺，这一腔炙热，走过风雨如梭，你的足迹曾诉说每方土的波澜壮阔。你是我所有执着，是天地最无畏的宽阔，你是岁月峥嵘的长河，永远有我追随着。你是我所有依托，是心底最眷恋的停泊。